唐三第九魂技一击秒杀菊斗罗，成为胖子的新晋偶像。我说三哥，你现在这实力也太恐怖了。准确地说，他使用了一个第八魂技和两个第九魂技，就从这个世界抹杀了包括一名封号斗罗在内的50名魂师强者。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刻钟时间，干净利落。而且马红俊丝毫也没有看出连续施展三大强势技能的唐三魂力不足，唐三自始至终全面压制对手，没有给他一丁点机会。他知道自己这位三哥已经成长为一名强大的控制系封号斗罗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宁可不再杀戮，但现在不行，仇敌尚在，我们不能有半分仁慈。我会把我全部的实力都用在战场上。